届黑豹旗青棒冠军赛，桃园市平镇高中的第一棒江坤宇在第八局率先击出三垒安打，二棒陈杰宏接着挥出中外野安打，三垒上的跑者江坤宇回来攻下第九分，四棒陈进击出投手前滚地球，投手下球之后来不及。平镇高中攻下第十分，提前在第八局以10-0投斗台中市新大富龙，夺下队史第二座黑豹旗青棒赛冠军。新大富龙也取得队史最佳的第二名。平镇先发投手江国谦先发七局只被敲出6支安打，投出6次3振，5次死球，0失分。冠军赛先发，我觉得自己哪些地方有做修正，然后所以投得还不错。控球方面，就前一场对强势的时候，角度不能有，然后这场就教练赛前有跟我讲说，就控球优先，我们都上下一条心这样子。教练他自己做好教练的本分，那球员在里面的休息室其实是没有下场的，互相指挥这样子。余中心综合报道。